也是西亚，这球马布里也是拼了老命，但是这球没办法，因为双方这个力量身高上的一个差距实在太明显，而且他又是被动去防守的一个，而且这球他已经运了一下，其实打球的时候运这一下，其实力量稍微更足一些，这球马布里是根本拦不下来。 马布里已经想，就是说我哪怕拼上一次犯规，也要把你这个进攻给拉破坏掉。对，但是没想到这球啊，韩德君的这个。